今天来推荐一个这个香辣鱼皮，我这个是250克，它有250克和500克两种。这一袋是250克的，看看有多少，给它都倒出来，然后一会儿我还得装回去。就是适合没事在家磨牙，有点甜辣口味的。有点费牙，慢慢嚼，但是就是甜辣香那种感觉。